个电脑咁慢，你唔怕个眼会盲嘅咩？我就系怕盲先咁样啫嘛。啊，你个逻辑真系有问题喎、啊！你唔知噶嘛？电脑好大辐射噶，挨到咁慢。咁我睇唔到近视啊！你近视唔识戴眼镜嘅咩？乜你唔知咩？戴眼镜如果戴习惯咗，就会越戴越近视噶。总之我都系觉得你快啲配翻眼镜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瑞恩。喺节目一开始之前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先。咁就今日嘅节目最后咧，会有送礼包嘅环节。咁大家等阵咧，记得收睇，睇下有冇你熟悉嘅面孔。好啦，我哋回归翻正题啦。而家嘅社会当中咧，越嚟越多人会患上咗近视，但系对于近视嚟讲咧，要唔要经常戴眼镜呢？嗱，我相信喺我身边，又或者各位观众朋友身边啦，都会有两种嘅分歧现象。咁第一种咧就系话，有啲人就话啦，近视啦，最好咧唔好戴眼镜，因为长期配戴眼镜嘅话，就会造成呢个视力嘅下降噶。但系有啲人就话啦，近视啦，当然系要戴眼镜，如果唔戴嘅话，会造成呢个眼睛疲劳啦，会加剧呢个视力下降噶。咁究竟边一种观点先系正确嘅咧？我哋先听下街坊系点讲嘅啦。你觉得说，近视的话戴眼镜会让视力下降吗？应该不会吧？不会啊。不会啊？应该是会吧。有可能的，是啊。戴眼镜究竟会唔会令到视力下降呢？对此，街坊们各有各嘅讲法。调查员就决定等街坊们现场投票，咁最终嘅结果又会系点呢？嗱，而家调查结果咧就已经喺我手上面噶啦。哇，结果真系出乎我意料喎！大家睇下，大部分嘅街坊都认为戴眼镜之后咧就会令到视力下降噶，究竟系咪真嘅呢？如果是真的话，那以后近视咪最好不要戴眼镜咯。要查清楚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人为什么会近视。当然也有先天性的近视，那后天的近视呢，它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它的遗传基础。那么遗传呢，在这个近视的发生里面占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呢就是后天，后天主要是跟近距离工作有关系。听完专家的说话，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呢？不用心急住，我们即刻去做个实验先。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全景，主要部分是瞳孔、晶状体和视网膜。左边的大 A 字就是物体，视网膜前面的小 A 就是我们见到的物体。但如果眼睛近视，那眼轴就会变长，我们见到同一个物体的影像小 A 就落在视网膜前面，这样我们见到的物体就会很模糊。这个就是近视眼睇物体的情况。嗱，啱先我哋睇到嘅咧就係眼睛近視之後睇嘢嘅一個情況。咁點解戴上近視眼鏡之後睇嘢就會變得咁清嘅咧？呢個近視眼鏡究竟係點樣起到作用嘅咧？接落嚟嘅時間，我哋再嚟睇下另外一個實驗。患咗近视眼就是晶状体变得太厚，视光能力变得太强，眼轴变长就看不清物体了。近视眼镜就是利用凹透镜的光线发散的特点，在眼睛的前面放一块凹透镜就可以起到矫正的作用。我们就将这样的眼镜叫做近视镜。看完实验之后，我相信大家对近视和近视眼镜的原理都有了明确的认识。那话讲回来，戴眼镜是不是真的对视力下降有影响呢？下面调查员就决定去做个随机抽样调查。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嚟到咗眼镜店。咁究竟佩戴眼镜系咪真系会令到视力下降呢？咁我而家咧就现场揾几位朋友嚟同我一齐做个测试先。调查员在现场随机找了三位志愿者，他们的近视的度数和时间也不同。调查员决定现在就将他们带入验光室检测视力，那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三位志愿者现在的视力和之前的视力有没有什么不同？越戴眼镜视力越低，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好了，那我们现在问一下他们现在的视力有什么变化先。小欧，现在你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了，又加深了。加深了？对啊，我之前我去年前两年前的话它是300多，现在是一边350一边325。哦，也就是最低的都有25度，最高都加深了50度，对吗？对，右眼加深了75度，左眼加深了50度。左眼现在是深了75度，然后右眼的话是深了有50度。哇，
嗱，从啱先嘅抽查结果，我哋可以睇到啦，三位志愿者佢哋戴咗眼镜之后咧，呢个度数都系有加深嘅情况噶。唔通呢个戴咗眼镜之后，真系会令到视力下降？嗱，呢个时间我哋再去咨询下专家，睇下专家系点讲嘅。眼镜并不是导致近视加深的原因，也不是会使近视好转的一个方法，也不是会使近视加深减慢的一个工具，所以说眼镜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光学辅助作用。专家话啦，眼镜唔可以矫正视力，亦都唔会加深视力，佢只系对眼睛睇事物有辅助嘅作用。嗰、那个亦就系话，有一啲人戴眼镜之后视力下降，同眼镜系冇关噶，只系用眼过度、唔注意用眼卫生等等原因引起咁。咁除咗呢啲原因，仲有边啲因素会造成视力嘅加深呢？我哋平时仲要注意啲乜嘢啊？那么除了我们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常中的近距离刺激之外。那么我的眼镜佩戴不当，那么对我们的近视发展也是会有多少的一些影响的。比如说眼镜配的不准确，特别是目前比较多出现的比例呢，是一种近视配的过高的一种现象。那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验光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咁有啲人特别系贪靓嘅女仔，总系觉得戴眼镜会影响美感，所以就算近视，佢哋都唔想戴眼镜。咁样对眼睛视力系咪有影响啊？那么这个对他们的眼睛的主要影响呢，是一个就是看东西会更加吃力，啊，因为成像不清晰，那么所以说，使眼睛产生，在辨别物体的时候产生更大的一个疲劳度。第二个呢？他的整个眼睛的事物的这种形态外观也会发生改变。嗱，既然近视咧就要佩戴眼镜，咁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咧就系配眼镜嘅时候咧，验光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环节嚟噶。呢个关乎到你戴嘅眼镜系咪真系适合你。咁你平时又会去到啲点样嘅眼镜店进行验光同埋配镜咧？反正我是不会去眼科医院。连锁店吧。这个我忘记，就是当时在学校附近配的。哦，我就觉得是医院比较正规一点。医院是吧？一般都是到去那些连锁。从调查当中，我哋得知大部分街坊都会选择连锁眼镜店验光配镜，佢哋觉得呢个连锁眼镜店嘅质量比一般嘅眼镜店要好，但系价格又比眼科医院嘅平同埋优惠。咁街坊们嘅选择究竟系咪最好嘅咧？咁究竟喺边度配镜先系最准确嘅咧？嗱，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志愿者啦，去到唔同嘅眼镜店进行验光配镜，睇下唔同嘅眼镜店检测出嚟嘅视力系咪唔同嘅。我哋嘅志愿者小欧先后去到眼科医院、连锁眼镜店同一般嘅眼镜店进行视力检测。检测过程当中发现，眼科医院检测项目偏多，一般眼镜店检测流程简单，检测得出嘅结果亦都有明显嘅区别。小欧嘅视力，眼科医院俾出嘅检测结果系左眼350度，右眼325度；连锁眼镜店俾出嘅结果系左眼350度，右眼325度；而一般眼镜店俾出嘅结果系左眼280度，右眼都是280度。最终结果显示，眼科医院同连锁眼镜店的结果是一样的，但一般眼镜店就相差了整整70度。那对此医生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验光的不当还有配镜的不当，那么造成了这种偏差比较大的眼镜，甚至是一种错误的眼镜，那么戴上去对眼睛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其实我们对孩子来讲呢，结合他的生理特点，因为孩子的这个调节力比成人强几倍到十几倍。专家话，12岁以下的青少年眼睛的调节力度特别强，容易患上假性近视。咁假性近视是咩嚟嘅咧？呢个同真性近视有啲咩区别啦？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自我感受、一些小实验来去大概区分一下。那么如果是假性或者是混合性的近视啊，我们的视力在看外界物体的时候，这个清晰度是一种波动的，而且这个波动比较明显，啊，就是在休息比较好，啊，天气光线比较好的时候呢，他的视力啊就提高了，啊，看的东西也比较清楚。那么在疲劳的状态下，还有一些光线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呢，视力就会下降得很厉害。既然近视都有真假之分，咁如果小朋友本来就系假近视，但父母唔知道带小朋友配眼镜，咁系咪即系会误配咗眼镜噶啦？究竟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真正区分真假近视啊？
儿童和青少年呢，他们的验光跟成人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儿童跟青少年他的调节力比成人呢强几倍甚至十几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对青少年进行一个散瞳，就是睫状肌麻痹的这种验光前的一个准备。那么这个验光前的准备呢，使这个验光的过程就会显得比较复杂一点。那么这个用药过程主要的目的，一个是使睫状肌麻痹后能够排除假性近视，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种跟踪啊，还有一种和进行干预啊，我们对近视的延缓啊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假性近视主要是出现在十二岁以下的青少年身上，所以提醒电视机前面的父母们，在小朋友第一次配眼镜的时候，一定要去到正规的眼科医院进行散瞳检测再配眼镜，防止不配眼镜。但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了，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镜片，而且价格呢也都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揀到适合自己的眼镜呢？下一节回来再告诉你。哪种材质的镜片是最清晰的呢？哪种材质的眼镜框最耐啲啦？是不是越贵越好呢？留言片讲，查了先讲，生活调查团广告回来即刻还你知。上一节的节目内容当中，我们就提到了十二岁以下的青少年初次配眼镜，他们的父母就会带到他们正规的医院进行散瞳检测，然后再配戴眼镜，防止这个误配眼镜。其实市面上有这么多的镜片，而且价格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镜片呢？你们又最看重镜片的哪方面呢？你去配眼镜镜片方面的话，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呀？这个，镜片，这个，耐磨性质的，耐磨性质。其实我是会选择正面吧。好像我从来没考虑这个耐磨性，我就是觉得这个比较清晰哦，然后戴起来是比较舒服，就这样。那当然是这个耐磨性是吧？经过街坊的一轮投票之后，结果终于出来了。原来大家配眼镜的时候最看重的不是价格，而是镜片的重量和耐磨度。那我们就疑惑了，市面上这么多种的镜片，究竟哪种镜片的重量是最轻的呢？而是哪种镜片的耐磨度才是最高的？你又是不是选对了眼镜呢？好啦，大家见到我台面上已经摆住三款唔同嘅眼镜片，咁佢全部都系我从眼镜店买翻嚟嘅，咁唔同材质，同样啦，价钱都系唔同嘅。咁首先第一款啦，佢系玻璃材质嘅，大家见到啦，价钱咧系85蚊。好啦，咁睇睇第二款，第二款咧系树脂材质嘅，咁佢价钱咧系95蚊。第三款咧系太空抗冲击 PC 片，咁价钱咧系157蚊嘅。咁从啱先嘅街坊啦，我哋可以知道啦，大家最睇重嘅咧就两样嘢，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嘅重量，第二个咧就系耐磨度。咁接落嚟啦，我哋首先做嘅实验先。咁首先啦，我哋测试一下第一块玻璃镜片佢嘅重量系几多。好啦，咁我哋见到第一块玻璃镜片佢嘅重量咧系4.45克嘅。我哋见到树脂镜片佢嘅重量咧系3.6克嘅。PC 镜片佢嘅重量咧系4.25克嘅。但從啱先嘅實驗結果啦，我哋可以見到啦，最重嘅鏡片咧就係玻璃鏡片，而最輕嘅鏡片咧就係樹脂鏡片啦。咁街坊最睇重嘅第二種因素啦，咁就係鏡片嘅耐磨程度啦。咁接落嚟，我哋繼續做一個實驗。好啦，呢三塊鏡片啦，我已經準備好出到嚟户外準備做實驗啦喎。咁我哋而家開始。调查员分别将呢三种镜片从1米6嘅高度跌落地下，连续实验40次，实验结果会系点啦？究竟边种嘅镜片最耐跌啦？
当调查员的实验进行到一半嗰阵，玻璃镜片已经裂开咗啦。睇嚟玻璃镜片嘅耐跌能力系最低咁，但系令到我哋感到意外嘅系，第二个被跌烂嘅镜片唔系树脂镜片，而系抗冲击嘅 PC 片。经过四十次嘅实验之后，树脂镜片只系边缘有轻微嘅刮花，想唔到呢个树脂镜片唔单止轻盈，而且非常之耐跌。嗱，我哋都知道啦，我哋去眼镜店佩戴眼镜嘅时候咧，店里边嗰啲专业人员咧就会问我哋要啲咩颜色嘅膜，嗱有蓝膜啦、黄膜啦、绿膜啦，咁呢啲唔同颜色嘅膜对我哋嘅视觉又有啲咩影响咧？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绿膜跟蓝膜，绿膜咧即系减反光的效果是最好的，蓝膜是近段时间出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看 iPad 啊、看手机啊，不是都有蓝光嘛？蓝膜主要的功能就是防蓝光的功能。嗱，有啲朋友就话啦，镜片好重要，但系镜架咧净系一个架嚟嘅啫，应该冇咩所谓，对眼睛系冇咩影响嘅。其实系咪真系咁嘅咧？如果镜框变形，对那个视力肯定有影响的。比如说戴得太低，或者说向一边斜了以后呢，它那个瞳距点不能对正那个光学中心点呢，会导致你平常看东西呢有可能会变形，有可能会容易让你胀痛，或者说有一些可能眩晕的感觉都有可能有。看来镜架的选择亦都不可以粗心，如果选择了轻易变形的镜架造成瞳距变化，那就会加深视力的损害的了。那市面上有这么多材质的镜架，我们应该选哪种呢？嗱，咁我手上拎住呢三个啦，就系我从眼镜店买翻嚟唔同材料嘅眼镜架啦。咁第一款啦，就系塑胶材料嘅，咁买翻嚟啦系50蚊。咁第二款啦就系金属材料嘅，咁佢嘅价钱咧系90蚊。咁第三款咧系钛价材质嘅，咁佢嘅价钱咧系260蚊。调查员将塑胶、金属、钛架呢三种材质嘅镜架从1.6米嘅高度往下跌，计划要跌30次。咁跌咗30次之后，呢三种镜架究竟会有点样嘅变化呢？边种镜架变形更快啊？调查员将呢三种镜架跌咗30次之后，发现呢三种嘅镜架都冇发生明显嘅变形。喺生活当中，我哋亦都会出现唔小心踩到眼镜金。咁如果跌咗之后，呢三种镜架仲会唔会完好无损呢？一脚踩落去之后，我哋发现金属镜架发生咗明显嘅变形，左边镜架已经裂开咗啦，而最贵嘅钛架镜架就冇变形。但系最令人意外嘅系，50蚊嘅塑胶镜架居然亦都冇明显嘅变形。而对此，专家又会系点讲呢？镜架嘅材质一般大致上面，我们都会分成三种。三种。是的，第一种呢叫做板材镜框。这种是吗？这种就板材。就是现在相对比较流行的板材镜框了。然后板材这种呢，因为它是都是纤维来的，然后是树脂为主的材质，所以说呢它是纯天然材料，然后过敏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合金框，合金镜框呢是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容易大众接受一点点的，但是呢就是它使用的寿命可能比较短一些些。第一个它抗过敏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就是它那个变形率会比较高，然后最后呢就是现在最常用的了，就是这种钛合金的镜框。钛合金镜框好处的就是第一个抗过敏，基本上它是无过敏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很轻，比一般的合金来说要更轻，更对于板材来说它是更轻的了，肯定是。然后商务型的比较多的设计。调查到呢度，我哋就嚟总结一下。第一，近视度数嘅加深对戴眼镜冇直接关系，同用眼卫生、用眼习惯以及眼镜嘅适合性有关。第二，近视就系戴眼镜啦，如果唔系眼睛长时间会有视觉疲劳，会令到视力下降。第三，从清晰度、重量同耐跌性嚟评判，树脂镜片更加显优势。第四，青少年第一次配镜，建议到眼科医院验光，排除假性近视。好啦，今日节目内容咧就系咁多啦，咁希望今日嘅节目内容可以对你嘅生活上面咧可以有所帮助。咁我哋咧接落嚟嘅时间又到咗我哋送礼嘅环节啦，睇下我哋嘅编导又去到咗边几个幸运嘅家庭。这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谢谢，谢谢，多谢。咁我就隨機嚟到呢户人家啦，唔知佢哋有冇睇緊我哋嘅節目咧？你好，
有冇人啊？嗨，你好。你好，阿姨你好，我哋系生活调查团嘅，我系生活调查团嘅编导，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紧我哋嘅节目咧？睇紧，而家睇紧。真噶？可唔可以俾我入去睇啊？啊好。好啦，唔知道阿姨佢清唔清楚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阿姨，你知道我们那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八点半到九点。哦。看来阿姨真的是每天都有看我们的节目哦，她知道很详细的。好，那今天是在说什么问题呢？是想念牛奶。牛奶啊？对，奶粉，奶粉。哦，说奶粉的什么问题啊？就是有婴儿有那个什么消毒器啊。哦，说有那个消毒剂是吧？对对对。哦，这样子。是这样的。你刚才已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所以这罐油呢就是送给你们的。嗯，好，谢谢，谢谢，不用谢。那现在我手上呢还有一个小礼品，那阿姨，我问你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就可以送这个小礼品给你了，好不好？我要看行不行？看来阿姨真的很开心，那我就很紧张是吧？哎，不用紧张，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完了这个节目，那应该回答起来也相当的容易。那好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他就说，做了三个奶粉的检测嘛，那结果是这个奶粉有没有那个消毒剂成分呢？有。哦，第一个问题答对了哦。然后还剩一个问题，如果你也答对了，就这个奖品就属于你的了。好，那我就第二个就问，如果小孩子喝了这种奶粉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容易把那小孩肚子肠胃搞坏。哦，真的，那阿姨就答对了这期的问题了，那这个小礼品也是送给您的。那好，谢谢。看来阿姨真的很开心。阿姨，你比较喜欢我们节目哪个主持啊？佳佳呀，佳佳是吧？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佳佳的主持呢？那有缘分吧，有缘分，好玄乎啊！看来阿姨觉得佳佳真的跟她有缘分才喜欢我们节目的是吧？对。那在这里呢，我还想跟阿姨跟叔叔一起喊一下我们的节目口号。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什么吗？我不会讲的广东话，广东话是吧？那跟我学一下好吗？很简单的，叔叔会，叔叔会是吧？对。那阿姨跟我们学一下，很简单的，全言片讲，全言片讲，查咗先讲，查咗先讲。好啦，咁我哋一二三就大声咁嗌一次，好唔好？好啦，一二三，全言片讲，查咗先讲。好啦，恭喜晒我哋以上嘅家庭，咁我哋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节目资讯嘅话，可以关注我哋生活调查团嘅官方微信。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